小朋友，你好，小朋友，你好 ，Miss Suki， 你好，小朋友，你好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家人。这是我的爷爷，这是我的奶奶，这是我的外婆，这是我的外公，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哥哥，这是我的姐姐，这是我的弟弟，这是我的妹妹。这是我的爷爷，这是我的奶奶，这是我的外婆，这是我的外公，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哥哥，这是我的姐姐，这是我的弟弟，这是我的妹妹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拔萝卜。哦，我们一起来拔萝卜。有一只小老鼠，它看到了萝卜，感觉很好吃。于是呢，老鼠在地下面挖呀挖，因为他们要去找萝卜。这颗萝卜是爷爷种的。哇，萝卜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。爷爷要拔萝卜，老鼠要拔萝卜。拔萝卜，拔萝卜，嘿哟嘿哟拔萝卜，嘿哟嘿哟拔不动。哦哦，萝卜太大了，爷爷拔不动，老鼠拔不动，谁来帮忙？啊，奶奶，快来，快来帮我们拔萝卜，拔萝卜，拔萝卜，嘿哟嘿哟拔萝卜，嘿哟嘿哟拔不动，谁来帮忙？哦，哥哥，快来，快来帮我们拔萝卜，拔萝卜，拔萝卜，嘿哟嘿哟拔萝卜。哦哦，哥哥拔不动，老鼠拔不动，谁来帮忙？来看看，小狗快来，快来帮我们拔萝卜，拔萝卜。哦哦，小狗拔不动，老鼠拔不动，谁来帮忙呢？拔萝卜，拔萝卜，嘿哟嘿哟拔萝卜，嘿哟嘿哟拔不动。小花猫，快来，快来帮我们拔萝卜。咦呀，哎呀，小猫拔不动，老鼠拔不动，谁来帮忙呢？拔萝卜，拔萝卜，嘿哟嘿哟拔萝卜，嘿哟嘿哟拔不动。老鼠快来，快来帮我们拔萝卜，老鼠来帮忙。一二三，咿呀，一二三，咿呀。哇哦，拔出来了！爷爷、奶奶、哥哥、小猫、小狗和老鼠拔出来了萝卜叶子。哎，萝卜跑哪里去了呢？啊，哎呀，萝卜
掉到了老鼠洞里面，哈哈哈，老鼠很开心，赶紧拿来榨汁机，因为老鼠要喝萝卜汁。哦，我的萝卜跑哪里去了呢？老鼠跑跑跑跑，因为它要回家喝萝卜汁了。再见，萝卜。如果看见 Masuki，要跟 Masuki 说“你好，你好”，收到礼物，说“谢谢，谢谢”。哦哦，撞到别人，说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”。游戏完毕，说“再见，再见”。嘘，晚上睡觉，说晚安，晚安。表达爱意，说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庆祝生日，说生日快乐，一起唱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吹蜡烛，呼，很好。现在呢，要跟 Masuki 说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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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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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再见，再见，Masuki。再见，小朋友，再见，我爱你。If your kids enjoy this video, please hit the thumbs up and subscribe for updates. Also, check out cool-panda.com to find out how to sign up Misugi's classes online. See you next time.